就到这边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四华的这个同学哈，我们就集合到这边来，集合到这边。怎么办？这个你的桨就放到这边，我们叫平桨，然后就直接放在你的船前面这样，就握着，然后放到，就让它摇，它就慢慢回来。记得，只要是船在摇，要干嘛？要平桨。
有看到，他的那罐船有看到吗？对啊。我操！你还要帮表哥？照的时候，一开始还是木头。
学，我们是也是去跟别人学的。那现在终于造完，觉得还不错，就是。那你觉得船的什么流体力学那个都有学到吗？船的，它大致的船型都会差不多，所以流体力学它其实已经算蛮顺的，它就是滑起来轻轻滑就好。那转弯那个就是，其实就是因为它长，那也是，其实转弯不好转是正常的啦，只是我没想到真的那么难。持续去操作一下，对对对对对，我说哇，我都滑那么大力，怎么觉得它还是直走？那个直滑右边呢，应该往左转，然后就还是往直的走。对对对对，就那个转的幅度太小了。好了吗？那你现在在滑的时候，在前进的时候出不了力啊？前进不会，前进滑就是轻轻滑，它就前就前进就。对你们做的蛮，也就算比较够。对，就是它船型长长的，就是你就是它的特色就是对，它就是直线，然后转弯会更难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那你第一次滑吗？第一次，滑很久了。啊，滑很久了。对啊，对啊。然后看你都没有在滑。压着脚，不够长，就是太宽，对。不会怎样，回到就对了。它的不够长，是这样，对它比较短。哦。这样宽，这样长，这样长，这样短。对，就是把这两个问题就对了。它们两个没有可以在一起讲。马上就爆掉的感觉。你再看看，它这个不是的，这个它是它被想的墙，它是一个快速旋转出来的墙。那它其实讲的是一个体验主义的一种设计。那如果说你它像国外有做像独木舟塔的，它很漂亮的木墙做的，那你可能要花50000块。那其实那个国外的专业师傅就花很多时间去做，我随便做。因为是不同的项目。对，这是我们用最省的、最实际
这个过程走一趟，所以我从发想，我从设计形象，我去做材料，怎么样做龙骨，怎么样做肋骨，然后你看到说，因为用布绷它就是氧化的，造成一个很麻烦的，就是说就是这个曲面的形成，所以它都在各种方面寻求一些特别的地方。可是我今天要到更久的船，更稳定，更稳固的船，更大的船，它就有各种的考量。对，所以这样讲，你不会去到它开要20年，然后跑去高雄港外面钓鱼，那是别人的事。每一个东西都有它适合的使用。哦，这次的精神就是让他们最节省的方式来完成。对。那你会在木料的使用上面，让你注意到它是一些限制的木料。对，那一个是这样子，取得性高的，它容易施工，然后再太高，所以这样它才有可能变成它可以施工的东西。因为我们以前造船是，以前我们台湾高雄在造船是说，哦，我这艘船。我们可以去推广，更就是民众不是说有我的。
好玩吗？你们现在那个他们造船的那个形象有没有关系？是不是故意要介绍一下，还是故意说？你可以试一下，试一下。未来的大概还是有创作的，就对了。那当然有一些想象，有一些创造的，然后有一些已经我们已经知道的。那老板就是说怎么样，他不是那些自己容易操作的，对，所以为什么要再回到木材？因为木材它是门槛不会太高，然后自己都可以做。对，因为最后感觉上这材质都蛮好的。对，可以通过一些实习跟分享的，很多人可以在这个领域有所体会。对，那这也是我们跟很多所谓的环保家去说，他从小大家一起接触水跟环保的东西。对，那你这个听说从开始到结束还是一直是老板自己来的吧？下两个环，向后滑的。哦。
这个以后如果慢慢就累积很多东西出来了，你看有多少这边在跟别人打出去，因为他这边太杂，他这个脚没办法。哎呀，我买一起，你买过啥条？我今天才乱掉。我笔记下来。朋友跟家长，还有更多的就是朋友一起来玩的。那我想，他也是我们两个抗议的重要。
在未来有更多的朋友，就是对海洋有兴趣，对船舶有兴趣，对社区参与有兴趣的朋友都很好。有愿意亲水的都可以来参加吗？对，所以我说我们现在为台湾创造一个当代的海洋文化，真的是海洋国家。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